这个的心态，这个态度，这个表达的未来，这个态度来看到咱自身的改变，咱台湾的改变，咱有决心啊！把咱的后生人深深的一个拥抱。是你哦，咱到底行，到底行，咱为着蔡英文，咱为着戴建林，咱为着柯建铭，到底拍拼。来，陈宇。咱邱立伟，捌做过国大代表，佮做过立法委员。你若看伊伫立法院个拍拼，伊伫立法院个专业，毋但佮为着咱高雄县，为着咱基山来拍拼，伊也为着国家规个未来伫拍拼。我伫卫生署署长个时阵，也是伫国科会主委，也是伫中央研究院做副院长个时阵，我看到伫立法院内面伊个拍拼，伊个努力，我感觉吼。这真正是咱基山人的骄傲，基山人的光荣。坐伫这个台顶，让市长把我牵起来，让乡亲把我疼惜，让咱用爱将基美地区、将第一选区，甲伊赢回来。四年来。伊用唔到有一天，将大家的支持给放袂去。虽然拄啊当选迄当阵，我的身体还袂完全恢复，我咧做化疗，我的头毛落了了，但是我犹原去到立法院，我犹原希望将咱这个所在。服务、建设，甚至伫立法院的表现，家己做甲上好，因为是咱的乡亲用爱甲我支持，是咱的乡亲用爱来支持咱的大基美地区，对无？所以这四年来。我真骨力，真打拼。我希望伫立法院的表现，要予咱的乡亲失望。我希望伫地方上，长久以来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会当来将伊解决。我真努力，要将咱基山长期以来饮水问题，甲伊解决。即马咱基山的乡亲会讲。咱遮袂阁饮水啊！我真打拼，希望将咱美浓长久、美浓溪的种地、美浓的图书馆、美浓的大大细项的工课，拢家己做完成，予咱美浓变作一个真水、真水的客家文化小镇。我嘛真认真。希望将咱住伫河川地边仔的农民，长久面对着河川地高茎作物袂当种作的这个问题，一一甲伊突破。即马伫咱六股新委迄边，咱的高茎作物已经会当开始种。我嘛真打拼，希望将较侪教育资源。该讨回来，伫咱这个所在，因为咱偏远，因为咱资源无够多，希望予咱的囡仔有球场会当拍球，有图书馆会当看册，甚至将国家级的艺文活动带来，予咱的囡仔会当就近的欣赏，甚至。我嘛伫咱的乡亲支持之下，去伫立法院，去伫交通部反对国道十号的收费，反对高滨大学的开学，反对美浓水库要阁重新来起。我嘛
听到咱伫这个所在上界弱势农民的声音。在咱农会的支持之下，咱将农保顶顶无公平对咱农民无公平限制，一一改改变，透过修法，予咱的农民应该爱享受着咱所应该享受的福利。但是，适当的时间真紧就过去，适当的时间并无啥够。还有足多足多工课，议员还未来完成，甚至议员还无法度来完成。比如讲，咱基美地区的乡亲，咱上届期待国道十号要延伸到咱六区，交通部讲袂使。咱内蒙的乡亲，因为即马动物园要刷去内蒙，咱内蒙的乡亲唔忙。86快速道路买到延伸到内蒙，甚至到三拿、到六姑。中央的部会甲咱讲，钱开收济，伊讲恁遐人无够济。咱的教育经费，教育部讲恁遐的学生收少，阮的资源无法度来到恁遮，足济足济的工课，咱还未完成。议员是不是在这？拜托，咱大溪美地区，咱第一选区的乡亲好朋友，继续予议员力量，继续予议员支持，咱把这的经费、把这的建设，拢总把伊讨回来，安尼好无？议员要完成这的工课，上重要的支持力量。除了是咱现场满满的乡亲以外，就是未来咱基泰咱的新政府的动选，蔡英文来会当动选，陈建仁先生来会当动选，未来政府一定会照顾咱的偏远地区，因为副总统就是来自咱这个所在，你懂点无？这几天啊，咱基山的乡亲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兴奋，大家拢在讲，基山要出副总统啊，基山要出副总统啊，咱第一选区要出头天啊，晓得无？过去的八冬。人民生活了真艰苦，咱对马政府的不满愈来愈多，愈来愈深。咱一直期待投票迄天，咱较紧来；咱一直期待五二零，咱较紧到；咱一直期待咱较紧，予蔡英文来执政，予蔡英文来做咱的总统，予蔡英文带领咱台湾人民。这一摆，伊应爱甲大家拜托，咱希望予蔡英文较侪选票，咱就是希望有较侪责任下伫个蔡英文的身躯顶，咱嘛更加希望有较侪寄望甲期待。下伫这个新政府顶头，蔡英文、陈建仁这对的组合，要带领咱台湾、点亮台湾、要照顾台湾，走出一个新的时代。爱靠咱所有乡亲，同齐来努力，同齐来打拼，是不是？请咱大基美地区的乡亲，在参详细当中，咱用爱赢回这个选区同款。这一摆，咱是不是用较侪爱，将台湾赢到倒来好无？
四年前，那场的破病，上天无把我带走，天公伯啊，把我的命留下来，伊就是希望我爱搁为咱的乡亲做较济、较济的代志，行过生死的关头。我更加会当体会，我更加珍惜我即马所有的每一日，伊仍愿意继续和咱的乡亲徛做伙，继续和咱的乡亲来努力、来打拼。伫今年啊，遮尔济乡亲伫遮，稍等一下，咱的市长到场，咱的副总统到场。咱的总统也会到场，我要拜托咱的乡亲，用上大的热情、上大的肯定、上大的支持，支持民主进步党，支持蔡英文，支持陈建仁，予咱拼过半，予咱国会改革会当完成，予咱台湾的进步会当向前。我要再一摆感谢站在我后边这么辛苦，你这四年来为花花打拼所有的干部，感谢因无怨无悔的付出，感谢因在我无闲在台北开会，还是在我厝在疗养的时阵，做我的分身，替我分担。感谢我的厝内人，我的先生，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大家大哥，我所有的亲朋好友，一路以来对我的包容、对我的体贴、对我的支持、对我的照顾，更加重要。我爱感谢咱所有的乡亲，感谢恁。给我机会，